嗲嗲奶奶，不戴口罩好出门，不非要走上门啊！赶快手洗手搞出来！广场上健身的同志们，请不要在外逗留了，赶紧回家。疫情期间，请适当在家进行健身锻炼，不要进行户外活动。出门在外，戴好口罩，保护自己。对面那位穿睡衣嗑瓜子的大叔，请您赶紧回家，把江山交给我们巡视和守护。请赶快驾驶驶走，一边学抖音，一边嗑瓜子，解锁飞船。爹爹奶奶，把口罩戴着呢，不要打瓜子呢，把口罩都戴着呢。你也戴，我也戴，搿能病毒又能伤害。各位爹爹奶奶，不要忘哎，我是泰州市公安局派来的保护你的红绳子。疫情期间不要大排啊，赶快告诉你，天气好，出门少，不接队，命人危。疫情不是开玩笑，身体也要戴口罩。新的一年，泰州公安祝您口罩一戴，福气常在，回家洗手，钱财就有，经常消毒，坏运消除，老实宅家，来年必发。